头像看女生的性格呢？看透了那么多，却还是看不透你的心。第一种经常换头像的妹子，她的年纪应该挺小的，或许正属于升学、就业、恋爱等关键时期，情绪非常不稳定，心思比较跳跃，而且相信玄学。我换头像就能发财，我换头像就能考好，我换头像转发微博就能中奖。不换头像的妹子呢，可能也许有点社交恐惧症，在社交网络中比在生活中活跃。这种用自拍当头像，这种妹子通常对自己还有自己的颜值非常有自信，其中脸部比例所占越大，对自己越是自信。我就是山东六啊，怎么啦？喜欢用合影当头像的，这种人超级能发朋友圈，超级喜欢分享今天吃了什么什么什么，今天看了什么什么，今天睡了。如果这是20多岁，这就是30多岁，所以依次类推，头像里人物越多年纪越大，尤其是用风景还有全家福当头像的，基本40朝上了。如果不是，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个老实人。有一个老实人，他没有说话。另外一种就是职业照或豪车照。第一种如果排除和职业相关，那他就有可能是 AAA 逆德西戴安娜团队主理人。微商虚拟系王总，他青春洋溢，热情大方，这么多年来他终于做到了左手家庭右手事业。今天让我们恭喜王总喜极爱车。谢谢谢谢大家，只要和我一样努力玩团队，你也可以。第三种喜欢用表情包或者2次元动漫人物，这种女孩子呢就比较可爱了，男朋友都没有，开车开得比谁都快。最后再补充一种啊，喜欢用身体局部当头像啊。局部？你要想什么？你下贱。这种女孩子呢通常比较高冷，低调的同时又非常希望别人关注自己，矛盾的。我看透了那么多，果真还是看不透你啊。我看透了，太不唱了。